者林佑晨新北报道，富邦悍将王台羊头萝莉今晚面对统一狮队大演三阵秀，四五两局连续三阵六名打者，单场投出破个人单场纪录的13次三阵，但富邦悍将九局遭追平，延长赛被逆转输球。萝莉赛后难掩失望，仍赞许捕手方克伟的帮忙，让他缴出好表现。萝莉说，输球全队都不好受，在自己投球任内队友帮忙很多，尤其捕手方克伟，整场比赛都在他配球引导之下投得很顺，方克伟帮了我很多忙，队友也贡献很多美记手背，投起来很自在。首局萝莉遇到乱流，挨了苏志杰全垒打，他认为责任在自己，首局是我的瑕疵。面对苏志杰的关键打席，本来捕手要的是内角球，但球投到红中位置，以苏志杰的实力自然没有放过。赛前叶军章总教练提到周日可能由萝莉再挂帅，再次于主场迎战中信兄弟。萝莉说，这期间准备方向不变，赛后复原牛棚日缺一不可，基本上就是正常准备。悍将先发投手萝莉，记者黄耀征社。